喂喂喂，Hello。喂喂，你拉我去有锁的房间吧要锁啊，行，锁，锁住。OK 了，来吧，把它给锁上。我们不去官方 YY，没问题吗？我在问。大家记得把战绩截图发一下。我拉你了，猴哥。啊，我看见了，来吧。不是，咱咱握你大胜了。哎呀，这都缘分上分，这都兄弟们给抬上去的，这都。那咱俩今天的任务是第一局要进前二，直播间就能掉好东西啊。对呀，我们进前二应该没啥问题吧？你钻石，我大师，我们进个前二还进不了吗？是啊，你真大师，我小大师，咱俩真假大师，这不纯纯上前二。我们俩都小王者，这大师都是时间问题，所以没但上是去。你有隐藏任务吗，猴哥？我有隐藏任务啊，哦，你有吗？我有的呀，我怎么会没有啊？你隐藏任务，我也有隐藏任务，然后我们隐藏任务完成就可以获得奖励。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把隐藏的任务给说出来，哦，然对，后好，是获啊，得我也是奖这么励想呢？的。对呀，因为我看他那个任务就是说要让对方完成隐藏任务就能掉奖励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对方，然后让他完成呢？对呀，完成了，我们互相不就可以有奖励了吗？对呀，那你觉那得你的我们，任务是什么呢？那你觉得我们到底要不要把隐藏任务互相交换一下？我觉得这样不要互相交换，我们直接等会儿说任务的，就是指引任务的时候，对方不要拒绝，怎么样？可以，可以其吧？实我这也很简单的，我这个也很简单的，那等那会就儿你行都了，不要拒绝我的这个请求就可以了，那就可以了。不然说出来的话，我们有点像在卡 bug，不太好，直接告诉就不行了。我们 PY 一波，那我，哎，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准备开呀、啊？这应该我们俩随便吧，这又没别人。这都自己人，真的吗？不是不用整点等七点吗？我看一下他，我去问了，我让他们 YY 加锁了。那我们要看一看那个 YY 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瞅一眼去啊。枷锁是枷锁了，我还是直接就能进呢，是不是因为我有马甲我也啊？是，蓝马甲能直接进吗？但是还有人呢，对，这胡家乐是谁呀？胡家乐，不知道啊，我问一下，啊，问一下，我微信群我也问一下，但也没人回我呀。我也问一下，我也没人搭理我。又进来了，小袁，这密码泄露了。不是，我不知道啊，明明有密码呀，他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踩，老周没把他那我个把 YY YY 设好为隐友私。跟随关了，我没有 YY 好友跟随啊，我关了的呀。你没关。我关了的呀，为什么要跟我啊？那你可以不跟谁啊，到了？那你可以不跟呢？你为什么非得要跟呢？我没有开呀，在哪里那搞不的？行。我记得我关掉了呀。
没事，他歪歪有人说说话了。我关了呀。我隐个身，我隐个身。可是跟随有密码，他怎么跟下来的？关你的 YY 都能跟，关注你的 YY 都能跟，我关了呀，无语了。官方的人呢？那木碗黄马不能急。没事儿，他这微信说话了，等一会儿吧呢。我来一首《青花瓷》。我竟然上厕所比你快这么多，我天！我家有点大，我骑自行车过去的。我天啊！来吧，开吧，开吧。来吧，来吧。我们得拿个前二。那可以，那正好，那正好，那个多问问猴哥，我云顶一直卡在钻石，我想上大师，我上不去，我不会占位。不敢当啊，不敢当啊。得问问你，得问问你。没事，问问我们互相讨教一下，对吧？正好我们一伙儿的吗？讨教不了啊，我菜逼啊，我能讨教个啥？其实也没什么占位，就是啥呢？就是、没站位，你打完第一把，你比如说你在左边，第二把你就把它放在右边，然后让别人猜不透你。哦，就不要一直杵在那。那如果有那个社交名流怎么办？你站还不站呢？社交名流，那你就不玩社交名流不就行了吗？哦，有道理啊。这把随便打，这都是青铜的，你看这都这右边青铜，左边一个白金的，右边上角又一个青铜的，这我们都拿下了，这就拿捏了，这就拿下了。你要攻速啊？我都行啊，我想拿大棒。完了，啥也没拿到。来攻速吧。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呀。你怎么带？哎，他们说你是靠人脉上去的，你咋靠人脉上的？你教教我，你教教我。也不是说啥人脉，我就钻一，然后我本来我上钻一，我卡挺长时间没上去，然后有个水友给我送上去了，那把他们就说我就是我人脉。哦，哎呦，我有大虫子，周姐，你帮我看看这个大虫子几层？我不玩大虫子，戒很久了，戒了很久了。行吧。你要吗？你要玩大虫子吗？我可以玩大虫子，这大虫子来挺快呀。你现在燃烧！放置在一名英雄身上，转移到你的搭档。所有装备。你没玩过双人模式啊？我就玩过一把。你玩大虫子吧，我可以把它转给你。我不想玩大虫子。这把变异确实不太好。哎，我有变异战士，我操！你要不要？你要我就给你了。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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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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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了。给我吧。哎。哦，给你我的就没了。对呀。不给我，不是你的没了，难不成你还在呢？我行，我行，我还有呢。哎呀，我的天！你想玩啥？你直说，你说你想玩啥？我不知道呢，一会儿再看吧。目前不太清楚玩啥呢。这装备可以玩挑战者。挑战者，我都要给你找永恩，好吧？可以。别忘了隐藏任务啊，猴哥。啊，可以。我才想。想不想玩赏金？
赏金也行。哎，你有是吧？我只有个奎因啊，你给我留着，别上当、啊。奎因，你给我留一下，奎因，你先给我小留。留一下。啊。OK。再给我来一个，我就能玩了。决定了，这把就斗枪了。斗枪啊！啊，斗枪要啥的？要厄加特是吧？斗枪目前来讲，得先要个奎因，凑个赏金呢。OK。这是你打完，你会过来帮我呀？快！我赢了才能来帮你啊！但我输了。啊！对面来了，我天！这又不是肾上腺大虫子，我让他干嘛？现在我们动了，我们跳起来吧！完了，这没赏金呢。别急，会来的。不要，我要养蚂蚱。双人别玩赏金，队友过来断你的连败。哦，有道理。对，我会来救你。快来，你这么快就打完了？对面赏金卖血，就上了一个人。行吧，可以，这边给我赢了。这大虫子得养肉装啊，我没有啊，但是没有啊，有吗？我肯定养了。有没有？哎，猴哥啊，猴哥，哎，我有女枪了！来了，直接来了啊！可以。我先来个三赏金。你这不能连跪呀、啊！你这个没事，连胜也可以，没关系。可以，没毛病。可以连胜，谢谢小奶姨英英，到时候金克斯是不是你也能给我？哎，金克斯，那我得有才能给你啊。哦、我只是问个意思，几费都能给是吧 ？OK。那个猴哥啊，现在你的 C 位是谁呀、啊？谁输出最高啊？我女枪啊，女枪啊。我感觉这 C 位是诺手啊，要不你按 E 把它给卖了。哦，那也行，我正好连败，我输一轮挺好，那我直接给卖了吧。你把你那个 C 位这个按 E 给它卖了，你看两星呢，在前面杵着，你又能打赢的。哎，对，我给他卖了。对，是的。我来，我拿大虫子，香饽饽。哎，可以，我们很顺呐。啊！卖的好啊，卖了你这四连败嘛，这样子我质量也不高，那这就很 OK， 就很 OK， 对吧？给他卖。大棒大剑和八块钱，要哪个？大棒大剑八块钱，我要大剑。OK。可以。看看他们有没有机器人啊？有一个。哎，我他妈两个大虫子一起吃。两个大虫子一起吃，然后合了就带那啥的，可以叠。带哪啥的？可以叠。可以叠，对呀，所以我两个大虫子一起吃。我操！我太他妈聪明了。我操！但是你不少个人头吗？
变异啥属性？这个加生命值和攻击力。你是现在是想赢还是想输？我不想赢啊，不是你不想赢，我也不想赢啊，双人模式嘛。啊，就是我们输一块输，我赢你输没用。哎，完了，这赢了。啊！你卖掉了吗？你把你的诺手卖掉了吗？我卖了，我诺手都卖了，都没输。是暗翼卖的吗？是暗翼卖的吗？我忘了。不是，完了。哎，你是要大棒女神泪还是金币？女神泪，女神泪。哎，没事，我还有 C 位呢。你得按 E 卖啊，你得按 E 卖啊，猴哥，猴哥，哎，得按 E 啊，得按 E 啊。行，我想着点。OK。那我们都赢了。他按 E 卖的，我看到了。OK。给他大虫子，我给你留一张大虫子吧，一会儿可以给你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兄弟。但是我给你，我有个条件。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得有点仪式感，就是，比如说你得说这个，哥哥这张牌可以给我吗？啊、哎呀，这哎，我懂。你现在有大虫子吗？有吗？我现在有。那等到三杠一的时候，我直接问你，我直接问，好吧？好啊，可以。OK。我们开始行动。明白，可以。配合不错，我们。可以，你这个大虫子一来，我两星大虫子了。我觉得我可以直接给你递个两星，然后给你送过去，这样你直接删了。我两个团长没必要。我两个团长，天哪！哎，猴哥，我给大虫子泰坦好，还是给凡家好？但是我没有凡家，我现在有泰坦。我们开始有气儿的部分吧。这把呀，嗯，这把，那你要想赢的话，你就给泰坦呗。那如果你要是觉得还行，现在还可以接受，那你可以，就是先不给。嗯，我这都无敌了，我这还玩啥呀？他们这，哎，三杠一他不给那个呀？他啥时候给呀？对呀，他啥时候给呀？不到啊。快来救我，猴哥！快来救我！来了！我能打废他！你看着的，牛的！你咋不摁 E 呀？我现在摁 E 有用吗？有用啊，随时都有用啊！啊，你 C 位 E 掉了吗？你 C 位？我 C 位啊，我 C 位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忘了我是不是摁 E 的呀？哎呀，哥哥，你怎么会忘了呢？我天！没事，我这螃蟹一会儿我安逸给他卖了。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太可以了，好吧。我不要两星的了，我那点事儿呢。我发现赏金可以两家一起赏。就是咱俩一块赏，反正都连败，有没有？可以啊。哎呦，我们俩这太狠了！杀手码头上，我们俩已经四连胜了。哎、德鲁加之心，随机一件陈装，来来来来来。
我们跳起来吧。大天使啊，那大天使可以给谁呀、啊？嗯，卡莎，给卡莎。现在不给蚂蚱，不给蚂蚱。他到底什么时候再给我们一个那个给英雄的那个？4-1，4-1，4-1，4-1，6-1。行，谢谢云烟的飞机，谢谢。飞机，飞机。第一次暗翼卖的落手，你聋吗？啊，那水友看见了暗翼的，那我就暗翼的了呗。我也不是聋。行，你看见我暗翼的，我就行呗。我这有回放也没事儿，我可以看，还瞅一眼。怎么说赢了没？可以可以，咱俩都冒火了，猴哥冒火了。我这虫子卡钱了，我能不能先给他撇了？我先给他撇一下，我就卡我1块钱啊。没事，我这里有个大虫子，没事。你就这，哎呦，我操！我他妈为什么要给反？哎，没事，也没事。没事也可以，再合反甲嘛，这也是可以的。我来攻速。哎。来了大大虫，又来了一只大虫子。4块钱，添加自我的宝箱。嗯，哎呀，再来个泰坦，那我得看后面掉什么装备呀。周姐，我反复确认了一下，我是暗翼的。OK 可以、我反复的确认了，稳了。他这个双人模式的这个血条啊，看着有点难受，这个色儿颜色有点不太一样的。我来了，你来了，我也打完了。我来督战，督战，开始行动吧。你没搞个那个小金克斯吗？没有，我用金克斯的时候发牌师不是我亲戚，所以我就不用金克斯。我看东西，我用这个鸭子发牌师才给我当我亲戚，而且这个鸭子很可爱呀、啊！你看我到你家来哭啊。我这给你泡。4-1。给我吃大虫子，给我吃！我已经好久没玩过大虫子了。可以，猴哥来了。我来了。这给他打废。好多兄弟。好猛！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这螃蟹直接给我来两张。有人就快受伤喽！哎，要不要厄加特？你还要？那这一轮打完，我直接给你呗，你别低了，你别低了。行。对吧，巨大提升可以。呀，不掉装备了，我天，我帮你滴滴看啊，等一下啊。行，
哎，你给我递了没用啊！你要么你递一个金克斯给我，我就更狠。那不可能，那不可能，那我直接给你吧。我这放个蚂蚱。我要么两星给你，哎，算了，他现在缺，他正缺一个，就给他吧。不，我就缺一个，对，两星没用的。对嘛，他就缺一个，我就直接给他吧。他正好缺一个两星。对，我缺一个两星，他再给我个两星，我装备还得卸，这浪费我们钱了。爹爹，这张牌可以给我吗？哎，可以。你要哪张牌？哎呦，我感觉我三星大虫子不了，我操！能三星，我都给你留着，你放心。我看你差几张？你现在差？我差有点多，我差有点多。那差的有点多，差五张呢。我先给你留一下。我操，这三个。哎呀，六杠一还会给一个是吧？嗯嗯，那行，我遇到卡莎大虫子，我就给你。你给我搞，你给我搞一个两星大虫子如何？可以啊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三只大头，大头脸都不要了，想做赘婿啊？不要。完了完了，快来救我，这波我要输了。我救个锤子，我也完了。啊，没事，我赢了。OK， 我来救你来了。你就一个人来，我被打的就剩一个了，那没办法。啊，这不俩吗？他不是，就一个。你传过来，你还把你那个假人给他传过来了，牛的！这假人。好，蒙德医生要去会诊了。我感觉我能拉九。我拉个九级吧。你就拉九级了已经？你都八级了？啊。我这你怎么这么多钱呢？哪来的？这不你给我的厄加特给我省钱了吗？我有个尼克，如果我自己有一个金克斯，你给我个金克斯，我捏成两星的可以传给你。可以。圣盾当大嘴骨。有反甲就好了。哎，你刚才打输了，你的身上火消失了是吗？对呀，不然呢？但我的身上火还在呀。你没输呀，我哟，这金克斯可以，这塔姆也行哎。这小金克斯不错呀。塔姆，我想要塔姆身上的装备，那永恩也可以。没有了。你要塔姆，那我拿永恩吧。哎，那我拿那个眼泪。塔姆也拿不着，我来把大剑吧。可以，我来把大剑。隐藏任务做完了吗？做完了呀，做完了。做的可艰难了。给他们带点恐惧。我咋不来牌呀？别急，别急，打完机可以大地一波。哎，你说我上加里奥好，还是搁那上那个塞恩好啊？我来了个加里奥啊。先上加里奥呗。
赛因没二也没用啊，赛因要二了可以先上赛因。哎呦啊，他队友来救救了，我队友呢，队友呢，救他两个人都来了呀，你不赢吗？我赢了，我来救你了，我来救你。他两个人都没打过我一个，我来了个女枪和假人。你来了个厄加特，下来就倒了。又变异战士啊！又给我个变异战士啊！给了我个泰坦之镜，格斗家。可以谁转变异不？泰坦之镜呢？那是泰坦。哎呦我操！我金克斯来了。他妈谁转变异呢？我看看啊，谁转变异啊？那加里奥呗。加里奥，我他妈七变异。七变异，七变异可以啊，七。你可以把那大嘴儿还有那卡萨丁一会儿撇了。我撇一个，我先撇一个，我再撇一个，我再撇一个。哎呦，我再撇一个谁呀？我操！再上名流啊！再上名流。你能给我整个两星的那个大虫子吗？可以，现在我有一个。这张牌可以给我吗？你一个。可以，我现在有一个。我两个。打过呀，兄弟，我们二比二没打过。有点厉害呀。我要把他们敲到死。赛恩，我给你留不还？我就不给你留了吧，赛恩。不要，我要赛恩干什么？赛恩我就不留了。上杰斯。羊刀科技枪，要么继续杀。好烦呐！有的人他妈指点起来是真的烦，我切。杀。羊刀吧。哎，你塔姆不要吧？你塔姆要吗？要。塔姆。要的，要吗？先不要了吧？你能给吗？塔姆，你不给不了吗？你先撇了吧。能给，能给。你没有那个。那六杠一能给。六杠一能给。那找着呢，再说吧。塔姆，指不定我都递出来了。他卖了啊。可以。我就差两只大虫子了，铁子。稍等一下，我有点乱。要不你直接给我，我捏了，我妮蔻捏了，你直接传我吧。哥哥，这张牌可以给我吗？我给你递个两星的，马上来，马上来，姐姐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两星，啊、不用两星，哦，也行，两星吧，你能递吗？没有，就捏吧，不行，给我吧。行，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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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给了。来不及，哎呀！哎呀，我这也手忙脚乱呢，我这东西有点多呀。算了，我捏卡莎吧，我。你把大虫子卖了哟。我来救你了。哇，二打二。他人有点多，他人有点多，他有金克斯，哎，金克斯没用。
我已经看不清到底谁是谁了，这都。他不是他金克斯，这个金克斯有用啊，兄弟。还行，他就活下来一个，没事儿。你有卡莎，你有卡莎。啊，我有卡莎。刚你不要大铜着吗？没事，我三星大虫子了，没事。I'm okay, I'm okay. OK 就行 ，OK 就行。一直 OK。那我卡莎我留着呗，我六杠一不还能给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没错、啊。谢谢直男弟弟。你要是有钱的话，金克斯给我留一个，目前没有。没问题。我没见着金克斯，见着肯定给你全套。对面来人了呀！我兄弟快来！我操！你没撑到我来呀？我来个吹风嘛，蒙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吹鸣流，我要等六杠一才能拿到，才能拿到你的那个卡莎，是不？对，我给你留一张，没事。没毛病，没事。扛的时间有点久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哎，我赢了呀，啊、赢了，时刻准备了，对呀、啊，我赢了。你要二星卡莎还是一星？当然想要二星了，你在说锤子呢？那我给你再来一个。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我操！我操，这么牛的吗？都已经九人口了，这不。还可以吧，这么牛的呀，这么大只啊，你是金克斯我巨人啊、不可以哦，打没哦，什么声音啊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是谁呀、啊、我没说话呀、啊、不知道谁打没呀、啊、我没说话呀、啊、看了一眼，有人进 YY 了，有病啊，要么我们用游戏语音吧，我害怕、哦、你都行都可以，用游戏语音吧，我来了，盛宴在等待，我这龙刀无尽电刀，来把无尽吧。这些少货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没，周姐。哎，我听到了。我有金克斯，你要吗？有一只金克斯。要。我多一个那个，我把这个给你，这不用了。你给我来一个。有卡莎吗你？有卡莎吗？卡莎有是有，但是我想递个二星给你来一个，我差一张。也行，可以等等，我可以等等你。我差一张。我这无敌了，我这是已经是无敌够够的了。咱俩已经前二了，直播间可以发福利了。啊，直播间有福利，兄弟。
哎，需要你，需要你，你能多久到？我马上到，马上到，马上到，一瞬间来了，来了，顶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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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呀，没顶住、啊。卡下永恩，那个必要三星永恩了。哎，我把这考杀给你啊。卑鄙之风圣杯还有发条，精密发条，你这不要。卑鄙之风圣杯。啊？卑鄙之风，卑鄙之风。卑鄙之风圣杯还有啥？还有一个精密发条的文章，那就卑鄙之风吧，卑鄙之风吧。OK， 卡他永恩。我可以闻到你身上的黄金。我这杰西的放后排就行。我让蚂蚱滚吧，让蚂蚱滚吧。蚂蚱走，蚂蚱装备都要给卡莎。周姐不用害怕，三星永恩他也打不过我。这家三星永恩也不行事儿，事儿都不用害怕。我们这第一名，我卡了，我卡了，没事。啊，我们这第一名已经拿下了。其实我们都不用卡他都，我们都可以放他。哎呀，哎，你要龙爪救赎春哥，来春哥吧，卡莎来春哥行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来来来，都可以直接给他们，不重要。三星我他妈多个蓝 buff， 这个哦，这个给他。我他妈多个科技枪啊！哎呦，多个科技枪好烦。科技枪给谁呢？头哥来帮我瞅瞅啊，这科技枪。我来看看。科技枪，确实没有人给。这个能给谁呢？那你就给蒙多吧，给蒙多吧，他没有人给。超级奶爸大蒙多，哇，你这个两星卡莎也太巴适了，我说实话，太牛了，对，太牛了，哇，随便打呀，兄弟，我留这么多钱干嘛？哎，不对，不对劲，哦，赢了。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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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赢了我也赢了，那我们就拿下了，拿下了拿下了拿下了，留五十块钱干什么？留五十块钱庆祝你知道吗？ Congratulations， 棺材本给对面买棺材本，猛啊猴哥，轻松拿下，主要我们配合的好，这配合的好，猛啊猴哥，我天哪，发福利发福利，官方快点来发福利了，兄弟们，直播间啊会有东西掉落，注意会有东西掉落，是的，谢谢云烟的飞机，谢谢啊！哇，直播间有东西掉落，啊 ，congratulation， 有东西掉吗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呀，猴哥什么时候掉东西啊？问问呗，我也不知道呀，问问。哎，好像得截个图，没事，我截图。我截图就行，你截图，截个图，还要截图才能掉东西啊？对，他们得截个图，说是拍个照片。哎呀，可以，第一局就吃了，第二局连吃连吃。掉什么？有掉的话掉 Q 币，还有掉那个，还有啥来着？我就记得掉 Q 币，掉游戏那个游戏道具奖励，游戏道具。Q 币和游戏道具，掉什么？掉好东西呗。那你就抢就完事了。应该是一会儿会有那个小东西落下来，你知道吧？斗鱼转。哎，是不是他们要发六六六啊？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在发六六六啊？不知道啊。他们刷六六六干嘛？以为是弹幕抽奖呢，可能。网页单有吗？不知道啊。刷六六六干什么？刷刷呗。还有一局。刷不停。还有一局，拉你了。OK， 来了。哎，我也换个金克斯，我不用这个，我用另外一个金克斯。抱抱。哎，我的抱抱呢？战队队服呗，我们这。
两金克丝，我说哎，我的抱抱，哎，怎么搜不到啊？他说45掉一波，可以预告一下。哦，45分掉是吧？45分钟，7:45掉，兄弟们。小小金克丝，好了，再换个棋盘。抱抱乐园。45分掉啊，兄弟们，那我们直接开第二局吧。可以，开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去上个厕所，怕玩一半想上厕所。行，我也上个厕所。理解一下啊，不是懒人死掉多，是我在喝中药啊，中药进去，我又不是貔貅，只进不出。哎，猴哥也去了啊？是不是撸啊撸板块的兄弟们，人人都是把把尿啊？啊？啊？我以为只有我。然后像陈哥这种是病友，跟微笑是病友，没想到咱板块都有这个毛病。为什么我比男生上厕所还快？因为我房间里就有厕所。我厕所有点远。他家，哎呀，你不懂，每天从1000平的床上醒来的，侯少爷，侯少爷。哎呀。来吧，开始吧。开了。我主要我也得，我得坐着上厕所。得直升机飞啊！我得坐着上厕所，我不能站着上厕所。我站着上厕所，那不都尿旁边去了吗？这不得卫生一点吗？这要搁公共厕所，我就站着。一个男生为什么要坐着上厕所？你这么想，在家里边。我要是站着上厕所，我尿旁边了，是不是我还得擦？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卫生一点，我直接坐着上厕所？不是尿分叉，你不讨论这个问题了，我们下一把。下一把吧，下一把吧。下一把，我来个公诉。但我肯定没问题啊、哦！我只是，我出去公共厕所还是站着上厕所。开盘就不必了，开盘到时候又指点的人更多了。对，不能。我们要自己玩开一个还行。不行，我金克斯姐妹，我蓝头发，你绿头发，你看表情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啊。一样的，不一那个不一样。有，我操！你赏金呀、啊？我赏金了。你赏金，你插俄洛伊吧，给你传个俄洛伊去。别，俄洛伊别传，传个奎因还行。我操！降低20%法力值，我想玩变异大头。可以。但要铲子呀，要铲子和富吉斗篷啊！哎，我有大虫子！你又有大虫子？啊，我又有大虫子！哎呦，我两个黑魔，我操！在你购买经验时额外提供3点经验，我也两个黑魔，怎么办嘛？我不想玩了呀！我不想玩大变异了，变异小炮，算了，玩黑魔吧，玩黑白魔吧。玩黑白魔，
升级喽，升什么级喽？你真不要啊，这大虫子！等一下，我要，我要，我听他们的，我拿升级喽。升级喽可以，一开始升级喽厉害，那你要我就给你传了啊。嗯，来吧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来吧，升级喽是无敌的嘛？顶级海克斯，真的假的呀？我觉得没什么用啊。哎，我又有一个大虫子！哎呀，嗨，哎，奎因要不要？奎因要不要？猴哥，奎因要！嗨，这又来个大虫子！哎，我们俩这跟上把子好像差不了太多呀。我给你留着这个，你给我留着吧。怎么回事？今天怎么大虫子那个啥？现在燃烧，引现在燃烧。变异战士，变异大头，我想玩变异大头，乌蓝亮的。变异大头，降低法力值，我再给个蓝 buff。哎，不用给蓝 buff 了吧？变异大头还要给吗？要给。应该是得给。45分，啥也没掉，啥也没掉啊，掉了个锤子，啊，没掉吗？那就，啊，掉啥也没掉吗？怎么没掉？掉，抢道具，我抢一下。很遗憾的，啥也没掉。很遗憾，他说，他跟我说有点遗憾。我点了，遗憾，下次再来。10 Q 币，有人拿到10 Q 币的，有人呢，有人拿到10 Q 币。还有人有拿了5个亿的呢。真假的？我来了，我现在很猛，猴哥。哎，你别让我赢啊！猴哥，我不要赢啊！我真了不得。啊，哦，我不要赢啊！没赏吗？没赏。哎呀，我赏金呢！你还没开赏，哎，我有船长，那3-1才能给你，猴哥、啊。我不要船长了，我不要船长了，我不想赢的嘛。你过来给我赢了。那我怎么办？我这质量太高了呀，我只能过来救你。确实没办法，我还是输的太慢了，我应该输的再快一点。那么质量再自降一下，你这快一点，快点死，我不然一直来。小弹幕是真的太好笑了，但是不能念。你怎么自己赢了啦，猴哥？不知道呀。你赖我了，那这个赖不了了。赖不了。下山路弹幕不是下山路，哎，不是颜色弹幕，就是很好笑的弹幕。哎，赢了也行，不重要。哎，哇，这个大虫子，哇，好香！我他妈流口水了都，口水流直流。那为什么不能念？因为念了会丢工作的。完了。好了，差一点。哎，我的，我大虫子挺好，挺好，挺整挺好，整挺好，整挺好。我今天有点天胡、啊。可以，那这把靠你，我应该是个屁了。你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必不可能是个屁，别靠我，得靠你。富集斗篷暴击和8块钱，富哥。富集斗篷暴击8块钱。富集斗篷和暴击，富集富集斗篷吧。好，行，我这给我一直给我来着新低级啊！本来你不说有2只大虫子的吗？还有一只它去哪儿了呀？它怎么不翼而飞了？
我卡你钱了是吧？啊，我给他扔了好像。哎，我啥时候扔的？我没扔啊，他咋没了呢？哦。哦，很奇怪呀、啊。没事，我一会儿再给你拿一个。哦，哇，没事，我一会儿再给你拿一个。而且，即使我刚才给你拿了，我现在也给不了，我们也得不卡钱。确实。哎，我把他赏金连麦给我断。哎呀，差一点。哎呀。完了，牛奶巧克力又来了，咋办呢？我太猛了，我一直在赢啊，那我只能过来了呀，我不可能顾队友于水火之中啊，丢把队友丢在那儿。哎，你大棒锁子甲八块钱，等一下，大棒锁子甲八块钱，锁子甲吧，锁甲吧，行，这八块钱确实没啥用啊、哦，八块钱要它干嘛呢？被迷住了。怎么还少一个变异啊，我操，这咋整，这咋整，从不妥协。八块钱是最香的，要装备也不要八块钱呢，钱有啥用啊，钱买不来装备，但是装备这人都挺弱呀。我能不能玩到他妈变异大头啊？哎，我连胜没了，猴哥，我也没了，能救救我吗？我也没了，我还救你呢，回你必须得回回救我了。我应该生人口的，傻逼了，没事，因小失大了，兄弟们，因小失大了，哎呦。哎呦，得不偿失啊，得不偿失啊！哎呀，我现在是四块钱能加七点经验，那也就是说我要花，数学不好的人别他妈玩升级了，我花八块钱能升到六级，哎不对，四块钱能有。能有七块钱的经验，我要来吧。四块钱能有七块钱的经验，我现在是三点经验，那我要低升几块钱才能到六级呢？二十经验呢？十二块钱？给我说懵了，我有点不太明白。下一个是你的华罗。可以给两救赎吧，可以给两救赎吧，可以。哎呀，我上点啥呀、嗯、被迷住了，不想给，先给鬼书怎么样？心机加刺儿啊，嗯，心机加刺儿，豆枪上网玩过了，不玩了，换一个。老玩一个，咱也确实是没什么观赏性。你这啥说这话说的？我他妈不是总玩一个，我现在。你也不是总玩一个，你不变异大头吗？而且你变异每把它都不一样啊。完了。我不想玩变异的，这每次都是你跟我说，哎，来大头。不是，都上来给我蹦一个，这是天意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天意。哎，来大虫子了！哎，来大虫子了！这就是天蓝 buff 骂的，哎，他这个变异是回蓝的。我等会儿吧，我等会儿吧，我想要个大虫子，我想再要一只。靠！哦，购买经验可以看到八块钱到六级。哦，原来下面你能看见，哇，你大师你都不知道下面能看见多少钱的升级，猴哥。我没选过升级，基本上没有这玩意儿了，没选着过。不到啊！再说我这是水大师，这都是人情抬上去的，这都。
我是弹幕钻石，我的钻石里面50%全是水友的。我来也救不了啊！救不了！哇，救不了，救不了，救不了！没事，我的连麦不到啊。挺好。哎呀，圣盾文章，哎呦，来个圣盾，圣盾大虫子如何啊，兄弟们？二进制空投也可以，二进制空投也可以，圣盾大虫子吧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哎呀，猴哥都说可以了，没的问题，没的问题。开始制造麻烦了。三项啊，我收集者不挺好的吗？这沙坑坏了，我要全套好了。嗯嗯，这虫子还大，这么小一只，你前面没看到我三星大虫子有多大？比你的头还大。这波让我赢吧，周姐啥钱打完？不行，我要赢了，我要赢了！哦，我马上来救你了，可以。没坚持住。能赢吧？没坚持住，我有点慢，我打的有点慢。谢谢疯狂喂饭的飞机，谢谢。飞机儿，没有铲子，靠，没铲子我玩不了变异大头。那就没办法，我要个小套。我咋啥都拿不着啊？那你，哎呦，为什么不拿负极斗篷呀？我个猪逼！老点啥呀？这锁子甲也没了呀，没了。多少钱？20块钱升七级，20块钱升七级。嗯，蓝 buff， 蓝 buff 给大虫子。哎，猴哥，哎，猴哥，我变异是那个降低法力值的。那我如果给大虫子再拿个蓝 buff， 它是不是一口一个呀？那不能一口一个，那怎么可能一口一个呢？它145法力值呢。145法力值，然后我到时候减40法力值，100105法力值，再给个蓝 buff， 别，千万别这么给。不厉害，你那什么，你给蚂蚱蓝 buff 比大虫厉害。蚂蚱技能一直放。大虫子放技能费劲。OK， 救赎等会儿就合上去了，我就差一只带虫子了。哦，145都已经减了。这谁呀？给我收菜了！我靠！机器人为啥不拿着？谁一直搁那在那点点点呢？到了，一直点，烦死了。不用给救赎，他不是合上去了吗？这个救赎。能不能等会儿给我个三星大虫子呀？你给我个整个两星，老样子，怎么说，猴哥？可以，我给你拿一个两星的。可以，可以。你怎么像个全能选手啊？什么叫全能选手啊？有哎，好哥，哎，哎，麻烦了吗？到我家看一眼。咋的了？我不要这玩意儿了，没用。你给我来个阿卡丽，啊，我不斗枪啊。你他妈不是斗枪，你不赏金吗？我赏金是赏金呢，我赏一半走了。白高兴了，哎呀！你咋这朝三暮四呢？你咋这回事啊？你就不能坚持一点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坚持住。哎呀，没有机会了。哎呦我操！
你有多一滴眼泪吧，猴哥？眼泪？我没有眼泪，我一个眼泪都没有。北上广不相信眼泪。哎呦！阿卡丽给我留一个呀！我没阿卡丽，有阿卡丽肯定砸了。好的。我闻到的是恐惧吗？我可以闻到你身上的死亡气息。蒙顿，你要不？不要，我要大虫子。我能拿到铲子吗？拿不到铲子，有铲子的话，我的腹肌都不用转变异。香波波，谢谢彼岸的牧民送的飞机啊！谢谢彼岸的牧民。我来了，法爆给蚂蚱，还是想给他，还是想给他鬼书，或者是科技枪。我有门多了。怎么三格斗啊？哦，门多也是格斗。就叫白银了。攒点钱吧，没钱呢。我想要科技枪和蓝 buff。你有多的大剑不？算了，我不能吸血，我不能做一个吸血的坏女人。你要攻速吗，猴哥？猴哥，你要攻速吗？我攻速不要。啊，暴击要吗？暴击？暴击也不要，我要大剑。嗯，你也要大剑啊？啊，我也要大剑呢。那你选秀拿大剑吧，我拿个别的。嗯嗯嗯。我这有两个拳套，一个锁子甲，一个大棒，你看着要。没事，谢谢彼岸的牧民送了两个飞机啊！谢谢彼岸的牧，你多跟大棒是吧？那你等会儿把大棒给我吧，那我正好给他养刀。我给你个大棒。你把你那个大虫子合了，然后我给你拿个大棒大虫子。哎，不不不不，我直接给你两星大虫子。是两星的不？我直接给你来个两星大虫子行？可以，两星的是吧？不不不，还没到两星呢，马上吧。目前差两张。他没有啊，他牌不给呀、啊。真的是很烦。塔姆要他干嘛呀？我要塔姆干嘛呀？我不要塔姆。快来救救！快来救救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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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，他就一个，快帮我赢他！小乌鸦不足挂齿，小小乌鸦，我操！你看我这个金克斯比你大了，前面是你的金克斯大。嗯，这把你没有。大剑拿不到，我拿眼泪了。哎呦，咱俩最后拿，是拿得到个锤子啊？不一定。不一定，我可以拿个魔杖。拿不到，拿不到，拿不到，真拿不到，怎么可能拿得到大剑呢？啊、眼泪都拿不到。哎、我操！你要哪个？我操！我随便你拿吧。哎呦，我拿这个吧。那我拿这个。哎呦，这把三星加里奥、三星卡莎有机会吗？怎么三星加里奥、三星卡莎呀？你再说个锤子呢？你给我两星大虫子哦，没到呢，等着你吗？我是想给你的呀，等着你吗？可以，他不来呀，这也没办法。谢谢袁三岁的钻石粉丝，谢谢粉丝飞机儿，嘿，嗯。给我吃！我这个异星小丑啊！给我吃！给我吃大虫子！给我吃！给我吃这个金克斯！来喽，猴哥来了！给我吃！我来了。不，我现在先不给，等那个结束。变异战
是铭文，我操，我那我这个我想要打捞桶，我不想再要变异了，够了，我觉得质量够了，兄弟们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没装备，我猪脑转不过来，我给谁呢？已经没有用了，已经没有用了，我装备没有了。我这一身法头啊，给谁呢？我拿着给谁呢？变异赛恩呢？简蓝变异吗？你这都无敌了呀！这我算看出来了，你变异确实是有一手啊！我有个锤子一手，我一点都不想拿这个。大嘴巴，我想想换个谁。大嘴巴换了谁？带我一程吧。变异拉克斯怎么样？没有蓝 buff， 好烦。照亮前途。我这一星小丑打到4-7。你要谁？你要阿卡丽是吧？对，我要个阿卡丽。加里奥怎么样？可以啊，但是这把你三圣盾你就别加里奥了。对，我圣盾不能加里奥。对对对对对，加里奥得滚。哦，但是你有两名。这是我家，你在这里给我捡装备呢。哎，我捡你这个还给加速呢。哎呦，装备都满了，我吐了。很快，一切都将改变。我怎么给呀、啊？这装备，我操！你给能过来给我出谋划策不？我看看，我看。你，哎呀，你先把装备给一个人，你看地上那是啥？这不蓝 buff 来了吗？操，牛逼！然后再来一个法爆吧，再来个法爆吧。哎呦，那就少个羊刀啊，对多一个，少个羊刀啊。哎呦，偷偷拿个偷偷，哎，偷偷也不行。羊刀合了，羊刀合了给卡莎。对，你羊刀先合了吧，羊刀完事儿，吹风不行就。女妖也行。吹风，他们说吹风，拿个法那个吧。吹风羊刀偷偷阿卡丽有了，我给你找个，哎，猴哥，我给你找两星的，你现在能顶住不？能顶住，我能顶住，随便顶。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加里奥你要不？我不要加里奥了。行。吹风可以合了，然后把那手套不行给蒙多。可以，完美。给你搞2星阿卡丽啊！可以。完了，我就杀他。加里奥不比塞恩牛逼，我他妈三圣盾，我可以上四圣盾。没顶住啊，没打过他呀，兄弟。我也没打。下波我拉人口了，我这阿卡丽实在是没有啊。哎呀，对了，我光看你装备，我装备一个没合呀，我天哪。马上给你搞2星阿卡丽，可以。
两张了，漂亮啊！对呀，两张。哎，帮你捏吧，我直接帮你捏吧，好吧？我不低了，用这样吗？用这样吗？我直接捏给你，我有尼克。那也太感谢了。我低个锤子。他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，兄弟？他太团队了，我哭死了！哎呦，这个你一起玩的不是自己人，两个人共用一条血量。我哭了，我泪目了。两星大虫子有没有？我就问你一嘴，你那两星大虫子有没有？马上有，马上有，我现在一张。我可以给赛恩拿什么装备啊，猴哥？泰坦吗？可以啊，泰坦，泰坦、哎、科技枪或者是科技枪没用，赛恩。哦，赛恩科技枪没有用。赛恩打人都不掉血。嗯，我蓝 buff 给卡莎没用吧？没用吧？我家里要哎，你要卡莎不？我给你来一个。我没卡莎呀，我就差卡莎呀。我有卡莎。那你来呀。我给你挣两星的，马上来啊。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的声音，撕碎他们！猴哥拿走，猴哥直接拿走。哎呦，我谢谢。你没把卡莎给我啊？我还没给呢，马上马上来，马上来，还没有呢，现在。啊，卡莉都给你了，没上呢。关键他没二啊，我用二了给你，差一张。你们有毛病吗？塞恩不上我圣盾干嘛呀？完了，没有。哎，快给我一只，快快快！哎，快！来了来了来了！哎，我问你，蓝 buff 给卡莎有没有屁用？没屁用，我不给了，我给猫咪了。嗯，你要没装备你可以给，你要有装备就没啥用。那你应该就是没装备，我这个问的有问题。我觉得可以给猫咪，我等会拿，我等会自己拿。啊，拿一个也可以。给猫咪。那我这虫子就不给你留了啊！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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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啥都不用了。先慢腾腾军的飞机，先慢腾腾军。可以可以，我们要吃了，猴哥要吃了、哎。我也感觉快了，我已经是成型了。怎么还有这个圣盾他不来呀、啊？我操，机器人呢？我要个机器人怎么碍事啊？这大虫子小虫子小虫子在后面干嘛？这小虫子又来个蓝 buff， 我真的是吐了。冰心儿，哎呦，又来个蓝 buff。其实你捡蓝变异给蓝 buff 也可以，那没有春哥就给呗。我能给吧？我又来了一个蓝 buff， 可以给。别骂了，别骂了，主播瞎了，别骂了。你还有要的英雄吗？哎，阿卡丽，再给我留一下，我要三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帮你滴。几只？你现在差几只？我现在差一二三四五，我现在是五只。你现在差四只，四只差的是不是他们有点多了，铁子？哎哎，差三只了。差三只了，差三只了。卡莎能不能不要被捆住啊？卡莎，我想看你飞天，卡莎一直飞，没有用啊！我操，这卡莎有什么用啊？你也不用说帮我弟，我就差两只大虫子了，猴哥就差两只了。行，两只我给你找一找。
不是你插两只没用啊，你插两只，我阿卡丽插俩，周姐。狂徒圣杯和飓风，狂徒圣杯。我阿卡丽插一个，周姐。你快，你先选装备，我帮你递，你快点。什么什么装备？狂徒圣杯。飓风。吹风。飓风，全都是飓风。啊，飓风不要。狂徒圣杯，圣杯吧，圣杯吧。黄图其实也可以，我先三星随便买。阿卡丽差一个是吧？差一个，差一个。老子把你死敌。很快，一切都将改变。踢不出来呀、啊，铁子。哎，黄哥。啊！快快快！来啦！来啦！来啦！让我哇！来了，击个掌吧 ，Give me five。你他妈把我大虫子卖了，我操！你都乱杀，不是，你没事、啊。三星阿卡丽，不重要，我靠，现在也不重要。等你的三星阿卡丽。喂，怪怪我。喂日，我没见过三星阿卡丽，我不能激动一下，我从来没见过，我操！带我开眼了，这不带我开眼了。我觉得我可以都给他卖了。哎，你啊，这是给你的装备啊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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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啊，但是别的你也用不了。我刚才是女妖、青雨，还有一个龙爪。是时候开始制造麻烦了。哎，大虫子要不？要啊！我还差一只大虫子呢。来了。不是，我自己还得滴一只，一只。全卖了，滴三星卡莎呀！我滴不出三星卡莎，我就看看猴哥的三星阿卡丽过过瘾，过过瘾，挺好的。我觉得我拿妮可捏给猴哥两星阿卡丽，他就很关键，对不对，猴哥？很关键，你一共给了我三张，我总共给你送了四只阿卡丽过来，对，很关键的。是不是我就是一个非常团队的人？太他妈团队了我！这把本来你都可以三星大虫子，你留个钱，你都没三星，你给我弄。是啊，我所有钱都给你留滴最后一只阿卡丽了，我泪目了，真的。哇，有我这样的队友，哇，直接哭死。有周姐这样的队友，快何尝不能赢？输了，我打输了。啊，你打输了，但我打赢了，没事，我得耗死他。我全卖了得了，我全卖了，完事我就上那几个。你觉得呢？你全卖了，你就上一个阿卡丽试试呗。我只上一个。反正我们又不管输赢，没事。我都卖了，我得上点新低加，这个可以卖。我留着。怎么在上面？这俩我都卖了。三新低加吗？我见不到卡莎就行了，我见不到卡莎，很奇怪。你问他要阿卡丽玩，哎，可以呀、但是我没了，没传了，没传了。对，但是最后一个了，但是我给不了啊。哎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不用那个了，赢了，已经赢 了，你懂吗？我应该直接给你。我就去看看猴哥这里。完了完了，三星阿卡丽死了，完了完了，坏了。你怎么你就全卖了？就一直全卖，这人有点离谱。什么？你真全卖了？哦，我全卖了。没事，让我卡莎顶住，让我的卡莎顶住。我阿卡丽居然瞬间被秒了，看来不行，我还是得给他放回去。你把刺客全卖了，玩具。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我要送上主犯。你先表问题。三星大虫子。这回应该就没问题。哎呀，不急，机器人跟那个都是打的。我你知道，你们让我凑五圣盾是吧？我的。
这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，能打赢的，就是有点瓜。卡莎别死，你能打赢我坚持不住了。我坚持不住了，猴哥。啊，我也坚持不住了。他那大头，你他大头把我阿卡丽秒了。坏了，兄弟们，谁要卖的？哪个水友？我靠，我们还有一轮，没事。不是，怎么？时刻准备着。哎，他那大头有点厉害。怎么搞啊？这不对，这个小炮有点厉害，这个小炮有点离谱。我要吹他那个大头。我从不妥协。我补白膜，可以补点白膜。你看我卖了，你就是我装。那不水友要卖的吗？那就是非得说试试，那我说试试就试试了吗？最好的防守，搞个三明流啊，那也行。哎，确实整个三明流不错。我们走。我把大头给我勾过来，吹起来先，吹！我这边赢了，我要赢了，猴哥，我要赢了，这边也赢了，拿下！可以，有惊无险吧？有惊无险，我赢了，绝对能赢，这怎么赢不了？这小法在给我充电呢，我去！可以，来了，有惊无险，有惊无险，猴哥。名流不吃格，哎呀，不，问题不大，我们都让让他们，他们都没赢了，一滴血吃劲儿，哎，是啊，就非得玩点刺激的嘛，玩名顶不得刺激一点，两连击啊，猴哥，两连击，牛逼牛逼，又可以给兄弟们发福利了，哎，我们任务完成了没啊？我们是不是能有两次福利，还是说我们只能发一次啊？问问没有不？哦，问一下，我们能有几次福利？感觉可以先截个图。可以截个图，哎，我们两连击肯定比其他几队厉害多了，有没有？我们刚看看别的都是什么战绩？这两连击，哇！这两连击纯纯全是技术含量，没有一点运气成分在里面。确实没有，就主要你那阿卡丽给的太关键了，你知道吧？关键是啊，配合我说要帮你捏那个两星阿卡丽，用妮可捏弹幕都说不让，都说别，你有病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就不听他们的。你看这不出来个见解了吧？啊，见仁见智了吧？以后还指挥不？你看看弹幕。哪的了？下线了，周姐。周姐退了呢。飞机晚点发呀。第二把